救世軍蛇湖學校是一所為輕度智障學童服務的學校，我們有小一至到中六的學生，教職員大概我們有70人，包括有教師、社工、護士、言語治療師、職業治療師等等。我們很著重關顧我們的教職員，因為他們是提供服務的人，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參與、一起貢獻，令到我們發現到我們所長，同樣亦都能夠祝福我們所服務的人。